们是朋友吗？有些期限，爱情爱三年，今年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的老婆就过年很兴奋。那我今天跟你们介绍年糕汤，早就跟年糕一起吃的那个，早上吃这个年糕汤，晚上呢我跟老公做那个饺子。我的爸爸公公，我爸爸那个饺子里面几个那个零钱，然后瘦子之后的那运气，然后吃这么的人，那个今天有运气。今天呢，那你们简单一点的，其实年糕是里面没有那么味道，只有汤的味道吃的，所以做汤比较很重要。先做汤，已经准备学了，就是放那个大葱，然后洋葱水拌吧 ，OK， 然后蒜，我特别爱吃蒜。我们烤猪肉啊烤牛肉的时候都是那个吃蒜一起吃嘛，我那做汤也是放的蒜比较多。其实牛肉啊没那么贵的牛肉，就是牛肉味道就 OK 了。那么现在准备这个开了之后呢，我再回来然后继续，这样会很快的。其实有的时候怕他问我，你爱我吗？我爱你啊，我跟他爸爸当真是既爱且。对不起，他的爸爸呀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是跟我结婚的，你跟我结婚吗？那外长，我是外长跟我结婚的新娘。长大了哦，很多中国的我支持我的很多粉丝，我希望我的爸爸是长大的样子跟你们公开。你们肯定看得很，哎，那么长那么快？那已经一年了，好。汤我觉得差不多好了，然后这里面那个做那个调料，加牛，然后呢放盐，然后我们做那个鸡蛋，很简单，闭上眼睛，你看闭上眼睛都可以。